世人，我从敢骂我的爸母，我爱我，我疼惜我，所以不管什么原因，讲我放杀我，甲陈良信离婚，是因为迄时阵陈良信规头壳拢想要报仇，我嘛把怨叹过伊的选择，因为我相信。伊也是爱我的，但我现实是生我一个嘴皮。原来伊甲陈良是同款，我只是把伊后生当作工具来利用尔。我阿妈常常讲哦，一样米，饲百样人，迄拢毋是你会当控制。只要你继续保持你善良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，安尼就好啊。你讲我了解啊，只是我只是一时无得接受尔。唉，只要想起我妈听好的名，我就感觉是一个笑话。明亮的天空，这个寓意明明就袂歹啊！而且你嘛真适合这名。除了安杰以外，我嘛对人讲过我名的意思，你也知影。我袂记得我是听我阿妈还是陈忠信讲过啦。我甲因两个住做伙，啊，伫厝内底常常讲起你，嘛真正常啊。已经无重要啦。为着我无可能徛伊一边，毕竟我是无共路的人。晴天的手，哪会熊熊变到这么黑？这敢是暗示我真紧就要离开晴天的身躯啊？敢讲，亲像我想的安尼，我真正要离开啊？晴天，你对我讲啥？我不要。我来你底下。文总，是唔对关了有什么状况？唔是啦，是伊林甲志豪要找咱大家，甲马仔计划讲互清楚，你嘛做伙来听啊。晴天，你无代志吼？拄则你个表情怪怪的。我无代志啊，咱讲起转去讨论。哦。看起来，好杜光亮得到报应了后，安尼就表示当化解、了解我是真正的这点嘛？安尼嘛好。至少会当看到文瑶有过，伊人还佮有晴天因继续陪伊行落去，佮嘛甲爸妈照顾了足好个，阿姐甲姊夫抱家己个囡仔，我就会当放心离开啊。恁走袂去啊！啊，唔紧落车，较袂讨皮疼。
啊！你假死阁真济呢吼！你的好佳仔，我食过你的亏，无你当作我拢袂好巧。巧，你确实有进步啊，不过进步也无够济。哦，这个新玩具电池力够加强，应该真强哦。目睭被这个大镭足生气啊！那呢，你看到这個，你会更加生气。伊嘴紧咬啊，这么硬，摸残存就袂爽诶。我看，咱卖踮伊只叫了伊，回去继续倒伊只就好啊。这根本就不是要去海边的路，还说要送我一座桶啊，根本就是要送我出山。我在野头前有一间加油站，我一定要把握最后脱身的机会。哎呦，小哥，出去了啦，口罩还没有，你也稍微烫一下。佫无啊！哎，足艰苦的哦。你是佮安怎啦？我捌倒出地来啦。你免假啊，我袂去骗你。我讲的是真实的。哦，恁无想看卖，恁即几工拢我食啥物件？迄比猪食的较不如啊！我个胃肠也会堪咩啊！我毋管你讲的是真还是假，拢佮我无关系。你该去啉来。恁这人来安尼啊？就算迄犯人用关伫笼仔内，嘛拢有基本人权呢。恁安尼做，甲歹人有啥物无同啊？啊！谁放屁啊？有够臭的！不是我。别怪我，我已经跟恁讲，我伫歹巴肚啊，当然卖放臭屁啊！恁若唔紧找一个所在，好我解决，等一下放出来是屁还是别项，我就无确定啊。我看是我去变数好啊，我有想要搞我的车，要个臭毛毛。紧的啦，较紧的，我根本袂动的啦。你别恁调的啊！我跟你讲哦，别搞放你车底咧。哦。阿小阿妹，你够臭鬼啊！今日裤底是包啊，紧的啦！你唔早讲，阮替你穿条裤啊！看前面有猪啊，给我们喂到。都完了，阿杰嘞啊？阿丁没在外口搞。阿那无嘞？丁北对龙阿来放出来的时阵，我手抓过啊，只要有人滴的吼，我就无要哭便算了。我你卖哭啊！你出来！你嘛去拜托的，较有人性的好无？你不是拢检查过啊？若无，我一直等你遮去，我爱出去，我看你是要安怎？
我在外口等。啊，不过，刚才还有五分钟，你别想变去变怪。就算我熬到五分钟，问题我现在是要怎么选出去啊？别惊啊，我是要来帮助你逃选出去的。原来是你啊！你怕什么啊？把衫脱下来啊！等下咱交换金，我跟你出去了，你就对面的窗仔爬出去，自然就有人来给你接应啦。阿哥，别着急啦，啊，若无你就无机会啊！时间到，杜光亮，时间到。你们谁去啊？等到你啊！你搁安怎走，我走不出阮党的手掌心啦！你想我靠你命啊！四位，恁会晓对住了后壁找到客碑，我嘛会使颠倒过来甲恁利用。四位啊，你是对伊老爸来啊？客碑，咱先来走。安怎？你一路唔是做狗的，唔东唔西，佮狗屎尿，啊！即马说要下狗。嗯，我若讲话就不要坑啊。哦，哦。小雨，啊，好用的步数，当然嘛会当一直用啊。飞一档的嘛，无想要稳嘛，你伤久啦。只是要争取一点仔时间呢。陈忠信怎老好你呢？杜国亮呢？你问我，我宝贝啊。杜国亮在哪里？跟我。好。廖一毛摸了哟，一记障眼法，我等下对着那个树人，看怎么耍手吧。啊，你我先去那几只单东西。嗯。